掀开课注卷下第32面，请看经文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，世尊，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，如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弥勒夜化百千身形，度于六道，其愿尚有逼近。这段经文是给我们做一个比较，显示地藏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有特别的缘分。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弥勒跟我们世间呢也有很深的缘分，并不在地藏菩萨之下。此地比较的是誓愿，所以说其他的菩萨在六道里面度化众生那个愿还有终了的时候，唯有地藏菩萨发的愿呢没有终了啊，所以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啊。那么这个愿呢比诸佛啊比诸菩萨的愿呢确实显得要深重。那么我们知道像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弥勒都是古佛再来啊，示现菩萨的身份，在六道里面度化众生。那么佛在经上说过，文殊菩萨过去曾经做龙种尊王佛啊，这说明九缘界之前呢他们都成佛了，现在在这个世间呢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，正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，是这么个意思，我们要懂得。再看下面经文，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偈数，如千百亿恒河沙。这是说明地藏菩萨以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一切众生，时间之长无法计算，菩萨生生世世累劫都发这个重视。我们在这一会里面所看到的，在续品里面看到法会出席的大众，十方诸佛如来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，这些诸佛如来都
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啊，学生成佛的人数已经不可思议了，老师依旧是以菩萨身份在帮助一切众生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！积功累德，教化众生，不在乎自己的名位，不在乎个人的利益。地藏菩萨几乎是把这桩事情完全为我们做明显的显示，教导我们应当怎样去学习。那么也许有同学要问，普门品里面说过，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观世音菩萨就现佛身而为说法。那么地藏菩萨能不能现佛身而为说法呢？当然能。地藏菩萨如果遇到这一类众生，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当然也现佛身而为说法。理事我们都要圆融去体会，不能够偏在一边。由此可知，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呢，无不是活活泼泼啊，随机应变的，决定不是呆板的啊，非常活泼，所以才能令一切众生开悟，令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。请看底下一段经文啊，世尊，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，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，以土石柱木坐其看时，世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，烧香供养，展礼赞叹。那么这段文是说出能够供养修福的人，特别指出来了未来，未来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，现在众生这个里面有两个讲法，一个讲法是世尊当年在忉利天宫讲经说法参加的这些大众，在现在众生；另外一个意思是未来，现在未来的时间太长太长了，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这个事迹来说，从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之前，
都是属于未来世。啊，未来现在众生，那就指各个时代、各个地区，只要我们遇到这一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只要听到这个法门。那我们就属于这一句里面呢所说的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他真是说着我们呢，应当怎样修法呢？啊，与自己所住的地方啊，在南方清洁之地，是不是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在这个南方呢？这个我们要明了。如果他这个房子啊，建筑是坐南朝北，啊，那这个很好，那这个方向就正确了。如果它的建筑是坐北朝南，那南方是它的大门口。啊，你想想，是不是在大门口上供地藏菩萨呢？绝对不是的。啊，一定要如《华严经》上的表法。你看《华严经》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都是向南方。那个南不是指的方向，啊，南是指智慧之方。啊，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，都叫做南方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意思，那这就好讲了。凡是供地藏菩萨那个方向，就叫做南方。啊，诸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那么自己家里面或者有佛堂，或者没有佛堂呢，供在你家里，这个厅堂上。啊，但是供养呢？一定是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上方。那这个房间哪一个方位呀，算是上方呢？啊，它这个位置，这个房间呢，也许只有一个门，也许有好几个门。啊，无论从哪一个门里面进来，他第一个见到的这个位置就是上方。啊，所以像我们现在这个教室，我们坐的这个位置是上方。啊，这里只有两个门进来，我们第一个看到。啊，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啊，像这个方向的时候也算上方。啊，进来的时候也能够都能看见。啊，那么像许居士坐的位置，这就不算上方。啊，宽容法师坐的位置不算上方了，人走进来你看不见。啊，这个上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，啊，上方这是最恭敬的。啊，那么地藏菩萨供在这一边，哎，这就是南方嘛，不一定去找那个东南西北的位置，啊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南方啊，象征光明啊，啊，象征智慧呀，啊，啊，清洁之地，这句很重要，供佛的。这个地方一定要清洁。啊，
印光大师曾经说过，有些人在自己房间里面供佛像，卧室里面供佛像，请教印光大师如不如法。大师说过，三宝形象所在之处，就如同大雄宝殿。在这个里面呢，要起恭敬心。所以这个卧室里面一般呢，不供佛像的。卧室里面供佛像，是在什么场合之下呢？在病重的时候，求往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没有一切顾忌，一切时一切处念念当中都不离开佛心，这个可以供佛像。第二种呢，虽然没有生病，求往生的心切，希望早一天放生往生，希望早一天见佛，这个绝对不是以懈慢心来供养，极其尊重，如同父母盼望这个儿女盼望父母一样，是以极其虔诚孝敬之心，可以，这个一定要懂而不是说供养佛像佛菩萨保佑我，我这个房间有妖魔鬼怪，供佛菩萨形象来辟邪的，或者把它当作艺术来欣赏的，那就有罪过了，那是决定不可以的，所以凡有三宝形象之处啊，如同大雄宝殿，印光大师这个开始很有道理。我们应当要依教奉行。那么底下说呢，做龛，龛是供养佛像的小屋子，做龛，用土、用石头、用竹、用木都可以。那么现代中国人对于这个龛石不太讲究，可日本人很讲究，你看日本人不论大的佛像小的佛像一定有个龛石，他在拜的时候他把那个小龛石门打开，拜完之后他把门关起来，这个很有道理，日本人实在讲从隋唐那个时代学去的，一直保存到今天，他没有改变，所以日本人呢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效法的，不轻易改变古圣先贤的教诲，世中能说话，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，这个龛石里面供养菩萨形象，这个形象画的也行，塑的这个菩萨像也行，无论用的是什么质料，这底下举了几个例子，
金银铜铁是金属，啊，木雕的也行，泥塑的也行，啊，都好，啊，你能够供养，啊，烧香供养，展礼赞叹。那么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意义何在？这一定要懂得。第一呢，是让我们升起礼敬之心，是普贤菩萨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啊，这修行十个纲领啊，第一个礼敬诸佛，见到佛菩萨的像啊，礼敬的心呢就生起来了啊。我们要将礼敬佛菩萨这个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一切人如是礼敬，对一切事啊也如是礼敬啊。敬事就是认真负责，尽心尽力把这个事情做圆满，这对事的礼敬，对无亦复如是啊。像这个坐一板凳啊，我们对他礼敬不是对他礼拜啊，是把他放得很整齐啊，擦得很干净啊，这是礼敬啊。如果摆得歪歪斜斜，这个里面又有灰尘肮脏啊，没有去处理，这个就是不敬了啊。所以说对人对事对物啊，只有一个真诚恭敬的心啊。那么这是供养佛菩萨形象第一个意思啊，我们真正的受用啊。第二个意思，敬心四起，佛菩萨也是从凡夫修成的，他今天成菩萨了，成佛了，我为什么还做凡夫啊？所以我应当效法菩萨，向菩萨学习啊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也要做佛做菩萨啊，激发自己的高尚的志趣啊，这第二个意思。第三个意思是见到佛菩萨的形象就想起佛菩萨的教训，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就想起世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教训。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啊，要深结义趣，依教奉行啊。所以供养佛菩萨形象有这三种意义在啊，不是迷信的啊。这个外面一般人说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是供养拜偶像，错了，他完全误会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家供养佛菩萨形象意思很深很广啊。归纳起来，它是教育，没有离开教育啊。
何况这个里面还有返本报时报恩的意思在啊。我们做佛弟子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遇到有些人有疑惑，我们应当啊给他说明，让他了解供养佛菩萨形象啊真正的好处利益啊，这个利益是切身的利益了，现前的好处啊，哪里是迷信？这瞻礼赞叹啊，赞叹就是说明啊，为人演说啊，自己依教奉行是赞叹啊，为人演说也是赞叹啊，请看底下经文。世人居处皆得十种利益，下面说的十种利益，何等为实呢？一者土地丰壤，二者家宅永安，三者先王升天，四者现存一寿，五者所求随意，六者五水火灾，七者序号辟除，八者杜绝噩梦，九者出入神户，十者多遇神音。那么这十种利益，这就是供养佛菩萨形象的好处啊！哪一个不想得到呢？可是诸位也一定要记住，刚才讲供养佛像四个意义，如果你不懂得这个十种利益得不到啊，你供养佛菩萨的形象实在讲是迷信的，你怎么会得到经上讲的利益了啊？这是你供养的不如法不如理啊，你只有形式上的这个供养，没有实质啊。这个是你能不能得利益，你能得利益多少都在你的用心，你的心行与佛的教诲相应，你就得利益。相应的程度越高，你得的利益就越大啊！怎么样相应呢？总不外乎信、念、行这三个字对于佛菩萨的教诲，我们能相信呢？能理解？能发愿？能奉行？
这一部经典里面，文字看起来好像并不很深啊，似乎都是一些故事，可是理也很深很广啊。我们这一次跟诸位报告介绍，因为受到时间的限制啊，没能够细讲啊，只是略说而已啊。将来如果有因缘，我愿意仔细地把它讲一遍，尤其是青莲法师这个注解啊，他引经据典呢，旁征博引啊，注解的内容非常丰富啊。所以你能信能解能愿能行，就得这个利益了。利益无边，归纳为十类啊。头一个，土地丰饶；第二个，家宅永安。这两句现在人讲的风水呀，那风水好啊，为什么你会得到这么好风水呢？心好啊，正是境随心转，所以你何必去看风水呢？用不着啊，只要你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心善行善，这个我居住的环境生活环境啊，自然就转好了啊。我们的生活环境呢，跟自然环境就是世俗人讲的风水佛家常说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啊。那处处是好处啊，啊，处处是讲环境啊，哪有不好的呢？佛菩萨居住的一切都好，哪有不好的啊？这个道理啊，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，若能转境则通如来，如来就是时时是好时，日日是好日，处处是好处。为什么呢？如来能转境界，凡夫不能转境界，反而被境界所转，那个麻烦就大了啊。你要求好日好事好处到哪里求啊？啊，一生都遇不到啊，到处找也找不到啊。找到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不错，嗯，很好，在这里住个房，建个房子来住，哪里晓得旁边有妖魔鬼怪，有很多野兽，厉害，搞得你居住不安啊。这什么原因呢？心邪心迷，你就转不了境界，你就被境界所转了，
被境界所转的凡夫啊。能转境界的人，圣人啊。什么叫圣人？我们前面也解释过，大家别忘掉，圣人就是明白事理之人。那我们中国人称圣人，在印度称佛菩萨。啊，这个佛菩萨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他明了真相啊。啊，在中国人说明白宇宙人生真相，就称他做圣人。啊，所以说十种利益，第一个，土地转了。啊，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。啊，大环境，地球。啊，地球现在变成什么样子？几乎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，自然生态被破坏了。啊，这些年来，年年灾变无穷啊！次数一年比一年多。范围一次比一次扩大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这怎么得了？啊，地球上自然生态怎么破坏的？啊，人的思想、言行、与信德相违背呀！世间人不明了，以为这些自然灾害呀，与我们人类不相干，啊，人类的思想行为不相关，错了啊！佛知道的清楚啊！啊，所以经上常说，医报随着正报转呐，地球是医报啊，正报是人心呐。人心善，就土地丰壤，家宅平安；人心不善呢，就灾难重重。啊，人为的灾难，战争。自然的灾害，这现在越来越多了。水灾、火灾、地震，现在还有温差的变化，甚至于保护地球大气层的臭氧破裂了。啊，最近报纸上登的这个消息，现在这个破裂的时候越来越严重了。原来的面积不算太大，现在听说面积几乎有美国全国那么大的范围。这个麻烦呢，臭氧层保护地球啊，是吸收这个太阳光里面的紫外线。如果没有臭氧层的保护，太阳紫外线直接照到这个地球，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大概有三分之二不能生存。啊，所以这个臭氧的作用
很大了。科学家们的研究，如果臭氧层再恢复原状，至少要好几百年。啊，那么这是科学家根据这个数字来统计。那我们知道，不需要，只要人心向善。啊，它怎么破坏的呢？人心呢，这是第一个因素啊。啊，如果你要说是这个地球上排这个些废气污染，那应该是全面的污染的，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排这个废气，为什么单单跑到南极呢？难道全世界排这个废气全部都集中到南极去？哪有这回事情呢？人心呢？啊，所以现在是这个自然生态的破坏越来越严重。啊，人为的灾害，这个危机也越来越显著。啊，所以这个十种利益怎么可能得到吗？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共业里面呢还有不共业，这是给我们一点希望啊。共业里面还有别业，所以是公修功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就不得了。如果我们真正能修，行啊。我们还是能够得到这个利益的。问题是你肯不肯真修啊？啊，最近最明显的一个例子，啊，我们在杨树岗这个地方找到一块地，计划建弥陀村。弥陀村是干什么的？成就念佛人，往生作佛，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功德。还有哪个功德帮助人作佛功德大呢？不是帮他将来供佛了，现在作佛，这个法门当生成就的佛法。这个地主洪老居士非常难得了，他得了重病，癌症，喉咙上打了一个洞，三年了，身体极其衰弱，我跟他见过一次面，他自己朝不保夕啊，过一天算一天的，找到李牧原，想在他生前做一点好事，修一点福报。李牧原把弥陀村的构想告诉他，非常欢喜。这块地是他私有财产，但是他已经捐给一个基金会，培华基金，基金会将这个土地租给一个学校，拿这个租金每一年做慈善事业。可是这块地点洪老就是
还是可以做得了主。他是基金会的主席啊，所以基金会开会呀，把这块地用捐赠的方式给居士林做蜜桃村啊，同时要求呢，居士林捐2500万给培华基金会啊，他这一笔基金可以存在银行，拿这个利息啊来做慈善事业啊，好事啊啊，这块地28000尺啊，在现前新加坡找这么大一块土地相当不容易啊，这三宝加持有这样殊胜的感应啊，洪老先生又考虑到居士林的经济问题啊，因为这个地拿了之后还要建弥陀村，建念佛堂啊，哪有这么多钱呢？所以他找李牧原居士，他这个钱呢2500万啊，再降价了1500万啊，让居士林拿1500万呢给培华做基金啊，这个对居士林来讲呢那非常轻松了啊。李居士就问他，如果你们董事会还要要求2500万那怎么办呢？洪老先生说，如果他们一定要求这个1000万我出这个心一发了的感应就现前了。前天这医生看的时候他那个癌细胞拉掉了，医生告诉他2个月之后他就可以恢复健康，他就能复原。听说他现在精神振作起来了，说话的音声也响亮了，不可思议啊！他立刻就转了，人人都想修福啊，人人都想种福啊，哪里是福田呢？这一点一定要清楚，如果是为自己利益的不是福田，为我这个团体利益的也不是福田啊。李牧原居士发心建弥陀村是供养全世界念佛求往生的同修啊，来这个道场啊，所以这个弥陀村呢，不是地区性的，是世界性的，而且到这边来念佛，一分钱都不收啊，只要你肯来念佛。四世供养啊，由道场负责啊。如果要是讲社会福利事业，那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福利事业都比不上弥陀村的福利事业啊，没有任何条件，只要你肯念佛，你发愿求生净土啊，这一边人就发心供养，不但供养，更稀有难得的是把弥陀村里面每一个念佛人
我们都看作自己的父母啊，未来祝福啊，以孝顺心、恭敬心来对待这些念佛人，这一点太难了啊！提供这些地方啊，一切物质上供养不是难事，心难呐。啊，居士林从上到下了，乃至于每个义工啊，用什么样心态服务呢？啊，孝顺心、恭敬心。啊，所以洪老居士这个病立刻就转好了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诸位想想。是不是心转境界的啊？他这个病真的已经到病危的阶段了，他自己很清楚啊。他跟牧原讲说，他在等日子，催着李牧原居士这个事情赶快做。他真的是今天不知道明天是啊，所以这个转变是我们对于佛在经典里面的教诲增长了信心啊，确确实实心转境界，我们身体是贴身最近的一个境界，相随心转，体质也随心转啊，哪有转不了的事情呢？问题是，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不懂方法，不能够认真去做，那你就转不了了啊。你明白理论，懂得方法，又肯认真去做，转得很快呀！啊，容貌会转，体质会转，你居住的环境会转，啊，居住的小环境会转，大环境也会转。啊，我们今天看到全世界的灾难。居士林这个道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有没有贡献呢？极大的贡献，世间人不承认的。你们在这个地方念几声佛号有什么贡献呢？他不承认，可是诸佛菩萨承认，天龙鬼神承认，这个理论我们在讲席上跟诸位报告很多次啊，用他们科学家的说法，不动的互相干扰啊，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有波动的现象，最简单的原子啊，氢原子啊，最单纯的了啊，一个原子核，一个电子啊，那个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在转呢啊，它像是个动向呢，既然有动，它就产生波。啊，波大别可以分为三大类啊，光波、声波、振动的波
啊，那么都可以称为电磁波，它有波动的现象。这个波动现象正常，这生态就平衡。如果波动的现象不正常，啊，不正常的这个波动啊，干扰着正常的，啊，地球这个自然生态啊是个正常的。可是人心呢，这个波动不正常，于是影响到地球的那个波动，所有一切物质的波动影响。道理在此地。那么现在我们念佛这个波是最殊胜的波，极正常的波，啊，这个波真诚，跟诸佛如来的慈悲心波能集合在一起，这个力量就大了，可以平缓世间人贪嗔痴慢这个邪恶不正常的波，能够把它减缓，这就减缓了灾难。道理在此地。